176人排出菩提叶图形以及慈济雅毕的缩写，象征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。这是马来西亚雅毕支会举办的浴佛典礼。因为佛陀在菩提树下正觉悟嘛，所以我们就把因为是一佛见嘛，我们就把菩提叶呈现出来。佛祖皆花香，很感恩啊，大家这么重视我们慈济这个盛会啦，就是这个法会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热的天气，他们很多人能够耐到最后，是我真的非常感恩。一首《归阳图》，道尽父母恩情重。涤足洗涤的是自心。以前我也是有帮我家公洗过脚，我觉得不是很有机会可以做，然后是一个环节。好像刚才我自己很感动。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亲，可以报答就报答孝顺咯，因为孝顺要及时，最重要还是要百善孝为先咯。步伐整齐，道气十足，慈济梅里联络处445人共襄盛举。今天第一次开，非常开心。为了众生，我们大家回向给众生，很感动，眼泪一直流就是很殊胜这样啊。制作手工花送给母亲，孩子也互换角色，体会家长辛劳。浴佛典礼，佛教之美融合孝道感恩，殊胜也温馨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下综合报道。